宝哥现在的位置是在高雄的小港机场。对啊，为什么我今天要去澎湖呢？我跟你们说，因为啊，我一个非常爱哭的朋友，然后他就觉得说，他如果从台北搬到澎湖之后啊，我就不会去澎湖看他，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等等的，然后我就为了要证明说我是有在乎他的，那于是乎就安排了这一次的澎湖的行程。对，我一定要强调那个朋友非常爱哭，然后等一下到澎湖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他是谁了。好，所以我现在已经到澎湖马公，然后我现在就在等那个朋友来接我。对，他现在他从台北搬到澎湖来开民宿，爱哭鬼来接我，看到他吗？Hello， 大家好。今天呢，宝哥在的地方是澎湖的马公市。对，然后其实我今天就是来两天啦。那上一次来四天比较长，这一次来两天，主要真的就是来看看朋友。当然这一次再回来马公呢，心里有一点点的感触啊。对。不过这次回来，我其实还是很开心，因为又认识了一些新朋友。然后又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那也知道说好朋友们在这边呢都还是非常兢兢业业很努力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好朋友他从台北然后到这边来开的民宿，那因为他自己本人就很喜欢旅游，所以他的民宿的风格就很像他去过世界上的一些地方，然后呢房间的名字也以那些城市命名。那对，然后在楼下你可以看到一个板子弄得很像那个就是国际机场的飞机的起降时刻表一样，还蛮特别的。澎湖马公是非常老字号的一家大饭店啊，我想这家饭店呢，只要在澎湖说起来，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的。那其实我第一次来澎湖的时候，我也是住在这个饭店。这个饭店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因为它就在市区，然后非常非常的靠近码头渔港边。
所以在房间里面其实你是可以看得到海的，然后这个感觉就这就是好像来澎湖追求的东西。因为我好像不是一般的观光客，就是来这边就是玩一些水上活动啊，然后什么跳岛啊什么的我都没有参加。然后我来这边两次，其实两次的目的都是为了朋友。对，其实澎湖这个地方很妙，就是我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以前的同事就有澎湖人。然后更妙的是我第一次来澎湖的时候我竟然就在街头上面跟他们巧遇了。我就觉得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然后更妙的是我跟他们巧遇了之后我才知道他们跟我的朋友原来两个算是就是世交这样子的家庭，就是真的世界小，澎湖小，马公小，就是原来大家都是一家人。对啊，所以很开心啦，对，很开心。